说最后做出来哈，就是没有那个列标签。好、哦、啊，这个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它那个里面聚集哈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我后来发现就是说，如果最后你要能够正确，好像刚刚执行之后可以跑，但是变成什么列标签它没出现。那、啊、如果列标签没有出现的话哈，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哈。哎，你可能就是要调整一下那个程式执行的顺序，就是变成说呢，刚刚我们是，先拉列标签，再拉那个值，有没有三个？那你可能就两个颠倒一下，就是先拉值，再拉列标签，那录下来结果好像就正确了。所以这个地方哦，啊，如果你刚刚已经录了没有关系，你可以找到那个你录的那个程式里面有没有？这边呢、啊，好、哦。with 到 end with 这一段哈，实际上就是那个什么，实际上就列标签的那个动作。那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搬到哪里呢？搬到那个 end with 的上面，啊不 end sub 的上面，就是把这个 with 到 with 这个范围有没有，把它放到下面来。好、哦、啊，这样的话哈、哦，我记得好像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个就是最后那个问题了。好、哦、，OK。所以最后假设了哈，把它颠倒，或者是说你可能录制聚集的时候哈，就是先拉值再拉列标签，这样好像录下来也不会有问题。这个可能是它里面的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先拉列标签就不会成功，但是列这个值就 OK 哈，这个可能就里面的一些它的那个。不知道是程式的关系还是怎么样。OK， 那最后的话呢，我们这个部分做完哈。那再跑看，再来一次哈、哦，就是再把它，假设我今天把那个列标签 with 到 with 这一段放在下面哈、哦，然后我再跑一次看看，这个把它删掉，然后让它执行一遍看看，执行这一段。那、啊、如果大家如果你担心说有错误啊，你可以按 F8 啊、哦，第一个是游标放在 A1， 然后把它怎么样？就是增加一个工作表。帮我把这个 cage 放进来，好，然后再来就是先放值，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先放什么？它这边是先放那个这个产品名称计算几个，好，所以值先跑，好，跑完之后的话呢，再来值有了，然后再几台，再来就是销售额，最后再把那个什么呢？最后才是放什么？它的列。这个列标签啊，其实列标签就是 orientation 里面的话，它是叫 row field 哦，有吗？里面内部的名称叫 row field， 这就列标签，它直接翻译。那 position 就是第一个 ，and with， 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了。然后其他就是你再把列标签修改加格式那两行哦 ，OK， 就可以自动产生。所以基本上哈、哦，我大概刚刚主要是。改了几个地方，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了。其实主要就是怎么样？主要就是把那个上面这边的那个，就是 add 的后面这个哈，其实就是 after 到后面去 ，after 冒号等于句点 com， 这个可能要加一下，因为它预设好像加在前面。那加在前面的话哦，就比较麻烦，比较不好去找到它的位置，因为有的时候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哈？恐怕就是放在左边最后一个最好找哈、哦。那另外就变成说这个地方哈、哦，除了加这一行之外，那底下的话有一个 table destination， 这边可能要再加，跟他讲说啊，你帮我放在最后那个工作表，因为我刚刚新增就在最后，最后工作表的那个的 range A3。啊，当然未来你想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放 A3， 我放 A1 可不可以？其实也可以啦。只是哈、哦、预设值好像多半是放在 A3， 啊，当然如果你要变动了，你放个 A1 储存格 OK 了哈、哦，啊，其他就是那个我刚刚提过那个 default value 那个值，怕是说如果你现在的电脑你的 Excel 版本可以的话，你换一台电脑，如果它版本跟你不一样，那可能就不能跑，所以我习惯会把那个什么那个 version， 刚刚有那个 version 嘛，刚刚有提到嘛，你们录下应该有看到吧哈、哦，有个什么default version 这个。version 版本我这边是14的哈、哦，还有 default version 这两行可以把它删掉，哦，这个，但如果你不删掉，我不确定是不是 OK 了啊、哦。我记得好像删掉是
比较一劳永逸的做法哈。啊，另外就是说呢，那个 with 到 end with 这个是列标签，可能要先跑词三个，再跑那个列标签就比较没问题哈。所以基本上我们那当然你也可以再把注解加上去的啊。第一个游标可能是放在那个就是 A1 储存格哈。这个可能就自己再加一下了哈，一可能游标就放 A1 游标，然后底下的话就是新增工作表哈，第二步就是它会自动新增，好像就是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这个会自动哈自动增加，所以这个应该是应该是插入枢纽分析表了哈。分析表，哦，那其他的话就是把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不需要的东西把它删掉啊。其他的话就是再来就是说哈，把那个先加，所以第三个可能就是先加值，啊，先记得啊，这个可能要先拖拉哈。那值的部分的话就是有那个三个嘛，哦，就是计算那个总共有几笔订单，然后卖了几台，然后总金额卖多少钱啊，最后才是什么再拖拉那个，最后才是哦拖拉到那个拖拉列标签。 OK 哦，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啊不容易哦，终于把那个我们的第一个枢纽分析表自动化做出来啊，当然只是第一步，后面的话我们还会讲到，如果你有很多个，你希望大量的复制、大量产生的话，其实都是从这边演变。如果所以你们下午啊，假如说这个不 OK 的话，可能一定要先做出来哦，第一步，后面的范例会做到更大量的。好，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威力，不过待会下午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哦再做修改。加个什么回圈，回圈就是重复执行，它就重复全部做完了哈。好，中午先休息一下啊，下午休息到1:30哈，那我们1:30开始，好，那再讲那个后面的部分，好，可以先休息一下好了哈。